虽然说我现在因为伤的关系，逼不得已必须要退赛，可是我永远信跟蓝队在一起，然后我不会离开。全明星子贤足球射穿四人破门，吴旭阳骨头碎掉声音传遍全场。现场超级明显，就是骨头碎掉的声音，大家都听到，每一个人都听到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我还是觉得有够可怕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嘴巴一直在念的是“完蛋了”。本周全明星蓝红大战泪点满满，要是你满出来了，这边也满出来了。由于蓝队吴旭阳骨折需要进行长期修复，因此宣布退赛，将由小金城武土善存替补。虽然说我现在因为伤的关系，逼不得已必须要退赛，可是我永远信跟蓝队在一起，然后我不会离开。最新一集节目，红队在拔河项目秒杀蓝队，蓝队则拿下射箭无人制足球胜利。而子贤的圈粉个人秀也来啦，四人守门也防不住，实在太鬼，小编先自动报名当贤妻喽。子贤在带球，不要去，谁教？谁教？梅贤是双脚齐出，把球拍出来，只是起脚很有水准，是一个射正的，有水准。而且是一个挡得很好，对，远距离的，现在断过来了，没有人，有单刀机会，起脚 ，G O A L O， 好红线，太多太多来，你又冲动了你，子贤来操刀，打手，起脚射门 ，G O A L O。起脚射门，林佳用力球直接穿越了，阿梅双眼直接火车过山洞，剩下最后的1分04秒。其实只要红队。46秒，青椒，叶慈玉是用女娲，他挡了下来。黄队叶慈玉脚后跟把球给救回来，剩下最后的3秒、2秒、1秒。蓝队最后以3-2获胜，盘球小王子秀了一波操作，也拿下本周 MVP。非官方得奖感言继续圈粉。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会得 MVP， 因为毕竟我射箭没有上。但其实我觉得我射比加油好一点。拔河也是最轻的那个，我说男生里面最轻的那个，所以就感觉没什么贡献这样。但是可能足球的表现好一点点 ，Nike 一走出去，感觉你在想台词。然后我想跟黄队的各物校台说，等你哦。令人期待足球的对决，打得帅又会